看看杂烩菜不一样的做法。我少油了啊，还得从羊烤箱啊，切了一盆的五花肉。看看满满的一盆肉，满满的15斤，15斤不够，不能给他，15斤不给他。哎呀，有20来斤肉。嗯，有20斤肉。烟香一样。这提前卤好的了。啊，卤好的，没炒生的，炒生的来的比较急。来点蚝油，红烧酱汁，来点灵魂十三香，加点十三香，点水啊！哎呀，我喝的杯比他的杯好喝，那比那个好喝啊！这是黄河的吧？今天早晨多多少碗大锅菜？100碗。来点丝豆腐干儿，来了一盆老汤。大锅菜的灵魂呢？这才是，全把这一盆的，倍味儿。来点红烧肉丸，红烧肉丸自己做的红烧肉丸，必须调下味儿啊。盐、味精、鸡粉，来上点鸡胗，鸡胗，地瓜粉条。大锅菜还得等一会儿，咱先来桶泡面，来瓶雪碧垫垫。加倍的，加倍有味，加钱的不管。现在白菜不贱了吧？得1块多吧？2.5，这是媳妇都贵了，差白菜。现点的小酥肉。啊，吃饭，开锅，不能有，老金没安排。来点小青菜。绿叶一点缀，来点蒜汁，灵魂蘸料，来点肉片，好的很，来点椒丸，别急别急别急，都有，好了，来吧，慢慢来哈，这也都够了是吧？一百多万，你看看人，壮观不壮观？慢慢的一配啊，慢慢的哈，慢慢的，别急，凉着啊，热啊热。蘑菇油，把油再来，接你再蒸不好蒸了，那这个。